你已经看得见了，不会紧张吗？不会，我有你啊，苏小姐，这次宴会不能带保镖，封长官交给你。我绝不能让封长官深陷危险。 苏小姐，封长官就交给你了。今晚上不是今天晚上参加宴会的成员要走吗？苏小姐，需要你在一个小时之内记清并守备。这么多人啊，这一个小时怎么记得完？苏小姐，你学业务员面对那么多事务，这点自然对你来说绝对没问题。我相信你。有必要时。 用耳机解决这功能。宴会的人员很大，稍不小心就有了，绝不能怠慢封长官的身体。